三命中 ，yes， 孔卫 ，three， 我就说这两个是我们最好的队员，这对。我是觉得张宁跟那个祝明正的运气挺不错的，这个篮筐好像他养的一样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运气问题了，当你顺的时候就会一直很顺。JT 龙骑士请求换人。哇！这种高度来自郭宏印。李慕豪犯规，造成郭宏印的犯规。两罚中一 ，JT 龙骑士请求换人。赵宁给到大东，外线接近四分球的机会，哦，吓出一身冷汗。李志锦面对祝明镇，强行上篮，但是抢到篮板，被祝明镇冒掉。One， 丢，哎，丢进去，给他。选择掉头，没能命中。大东抢下篮板，龙骑士队交给张宁。周瑞，哇，哇，哇！周瑞，哇哦哦，哇哦哦！不要让我心脏跳出来啊！吓死我了，这个球。Steven。给到外线三分的机会，命中三分球。我上去第一个球对着张宁中投没进，然后张宁对我喷了一句：“你是不是害怕我？”我说：“我怕你什么？”然后他说：“那为什么你打不出一点东西打不出来？”然后我当时听了，沉到底的怒火已经是冲到喉咙上了，然后我就对着他喊：“这就是东西。”手手手。手，大东犯规，22-23，黑队22拉手，白队23拉手，你们俩都相互拉了，相互手，没问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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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吹了，吹了，闭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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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所以都耍好了防守啊。我很清楚，这种就是垃圾话。但是我当时基于没有回应，说实话我不愿意跟他去斤斤计较这些，我只是希望能大家正常的去打这些球。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再来再来再来，没关系。手手给到张宁，出界出界，哎，叶文浩在要掌声，哎，厉害厉害，换人换人换人，小叔下人下人下人，快点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，看到郭艾伦就把他换下去了，当时我的信心已经是爆棚了，我其实前两场上场加起来只有三分钟，我已经在谷底，很有可能翻不了身了，但是张宁的这两句话瞬间把我全部状态击毁了，嗯，我要谢谢他，张宁，谢谢你，等着吧。转进去，李文浩，给到李慕豪，面对大东，哎，这个体重能不能打进去？李慕豪，周瑞三分的机会。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命中。大东，大东，他非常有力量，然后对抗上会占很大的优势，然后觉得就会非常吃力。Steven， you need to do something three。黄队球，周瑞
想寻找朱明镇，但是没机会。大东外线三分，命中！大东 three eight， 大东，谁能想到？大东进三分就相当于沙奎奥尼尔他投中三分一样，我们场下的球员还是非常激动的，差点要炸了球场，就那种感觉。他们今天都很准，对，我们现在没想到这个大胖子能拉出来投三分，因为他罚球罚的不是很准嘛。我觉得像这样的球进呢，会给我们的球队有很大的鼓舞。爸爸峰哥，马布里面对周瑞，内线给到李慕豪，哎，我打中！中国男篮的希望之星李慕豪。换呀换呀，你上吧，峰哥。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，漂亮漂亮。龙骑士，你们要使用领队时间。哎，龙骑士找到李易峰，底线的机会，这个助攻有没有？差一点，李慕豪抢到篮板，给到汪春平。没能命中，龙骑士抢到篮板，朱明镇三分没能命中。李易峰球权在手，面对汪春平。朱明镇最后一秒出手，马布里超远三分出手，哎，周瑞拜佛，犯规，好球，二一 ，no， 阻挡，黄队球发球，暂停 ，G Team 请求暂停。好球，峰哥，休息一下。拿了球以后呢，大家要站开一点，跟我们四个人啊，所以对，没站好位，你不要突，因为很乱，都进了，站开了。干啥呢你？你来上那边来，你就别回去了，那就。你们防的时候现在是三角形防，可以，所以他在上面，然后李慕豪在侧面，你在侧面 ，OK， 我们 OK， 没关系，加油，来，郭宏艳篮板啊 ，One Two Three， 龙骑士，李慕豪拿球，宁可犯规别让他进，让他防篮去，来，One Two Three， 乌龟啊，正常操作，下半场就赢了。龙骑士换上唐日辉。